我只能送你一首歌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，说的就是你。把那段念给我无限的放大好吗？把那段给我放大。大哥，你不是看那段孽缘吗？我不知道你的发现的我拿剩下的，我拿剩下的，我拿剩下的，我愿意拿剩下的。我觉得我够强的，把你的名牌撕毛边，我粘不上去。现在凯哥已经自创了一套热身操，一直在热身。太干净了。你偶像包袱，你偶像包袱，怎么回事？来了，哎呀妈呀！好，六。人生为什么要就是咱们就说呢？这个，我今天也挺累的。你现在对黄金都免疫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这样显得我很呆。就是像从漫画里撕出来的男生，我长得帅。鲨鱼深深，我是金鱼。视频开始，先说下，别忘记周深演唱会南京站8月11日场，今晚20点开票，记得定好闹钟抢票哦。然后，演唱会家乡贵阳站也将在明天7月11日20点开启第三轮次售票。说到周深贵阳演唱会，就不得不再说下这次的贵阳应援。此条周深贵阳家乡牌面仍然高高的挂在热搜上。7月13日，歌手周深9.29赫兹全国巡回万人演唱会将在贵州贵阳奥体中心体育场火热开唱，这是他全国巡演的第4站，也是在他家乡重要的一站。人未到，神话先行。贵州贵阳如今全程都可见周深身影，宣传牌面拉满，转角遇见周深，广告牌在他长大的城市里随处可见。而贵阳地方多家官网更是艾特周深，周深演唱会贵阳公交地铁应援，周深演唱会的风还是吹到了贵阳等话题发布宣传。比如贵阳关山湖区委宣传部官微、贵阳网和贵阳新闻网发博说，周深回家开演唱会牌面拉满，周深演唱会贵阳公交地铁应援，欢迎回家。另外还有地铁专线打造周深主题痛车，点亮10000多辆出租车 LED 广告屏，在多个公交站投放宣传照片，几十个灯箱、花果园、双子塔、灯光秀等，简直全城的各个角落都能看见周深衣锦还乡的身影。反正一句话，周深还没到贵阳，整个贵阳已经都是周深了。就是现在你在贵阳怎样转身，周深都在。而且周深代言的天猫精灵和康师傅老母鸡面13日都在贵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现场为大家准备应援礼品和惊喜，去现场的米子可以打卡一下。是否等你起来，开启多无限载。
的这几年实在是硕果累累，实绩满满，让我们好好一起期待他回到家乡的这次的万人体育场巡演吧。9月7日，周深再遭爆料，奔跑吧中周深的跟拍 PD 再次发文爆料了在匈牙利录制第11期期间周深的一些小花絮和幕后。开场在房间等待搭档时 PD 请周深猜会是谁，没想到周深一下就看到白鹿的 VJ， 而且机器上还贴着超级小的白鹿名字，不得不佩服深深的观察力。而在小球游戏时，周深展现超厉害的核心力量，当被问怎么这么厉害，他说太阳太晒，如果不快速动起来那就更烫了，好吧，我怎么想起来火焰山的那一跳呢。 PD 还说周深在节目里往往是脑子快嘴也快，有时候就会表现出很强的求生欲，就会对着镜头拜托拜托，可能是跟拍久了有点默契，他总能在一堆 VG 里知道自己的镜头在哪儿，是不是特别有画面感，有特别的萌。最后下一期也就是这一季的最后一期了，据说周深要挑战亚洲飞人苏炳添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哦，上一吧！等会儿我，你们等我。哦，上一。周深已经疯了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最快了，哎呦我的妈，抓不住啊，我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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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歌叫什么，叫做我爱你的心你无法猜透，对，然后天竺少年沙利瓦，沙利瓦，海空有苦，海空有苦，海空有个抱紧天真，无私变中间，望潮澎湃在上面。不是，要不是不是，要不就叫这个重名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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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哪！天哪！不行，暴露了我太多。青春是你的家，就让我们去追吧，不停下勾勒出一幅画，勇敢的话没如果，重要是你开过，青春就是做最可爱的自我，每次出发每次停下改变，谁没有梦，谁没有，谁不是不同，不是不同，就让我们去飞吧，不害怕，青春是你的家，就让我们去追吧。